这群人三花竟没懂仔，展荣展瑞更像一朵花。常说的小白球就是哪一种球类运动？那个高尔夫。正确。团体这群人里面的三花是哪三花？鹰生木星跟董仔。正确。他说这群人的三花里面有董仔，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，有鹰生嘛，然后展荣展瑞啊。算错，对啊，哎，展荣展瑞都比他更花，更像一朵花。